请教的是尚义富大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为什么逆转小英，为什么逆转赖清德，为什么输？不过在这一场选战，大家更在乎的是落幕了，能不能团结，能不能整合？其实赖清德的参选，一般认为还有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蔡英文大晋级，蔡英文大爆发。来，你怎么看这样的态势？这就是所谓在辩论的时候，赖清德说的，如果蔡英文赢了，他就是蔡英文 2.0 嘛，哈。那赖清德赢了，就是社会的新希望，各自的结果可能都是好的嘛，哈。这是赖清德在辩论上我记得的话嘛，哈。那其实这一次民调出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是个庆幸，因为赢了 8.2， 如果今天赢了 0.1 或是零了一，那纷争就大了，哈。那作弊之说是不是延后办法等等的纷争整个会在一起，所幸赢了 8.2 以后，这一个的初选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被影射为作弊延后等等都消弭了，就是说基本上这样，因为一个这样的过程而反弹的强烈度可能就被压低了，它是有利于整合了，就是赢的，因为赢 8.2 是有利于整合了，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会逆转小英，为什么会逆转，那我就讲一下5月28号蔡英文跟赖清德两人密约不是在阳明山吗？是当初蔡英文有没有把握赢得这场选战初选的胜利？绝对没有，因为他跟赖清德说我们两个一起退出初选，他跟赖清德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就交给全代会用征召嘛，所以当时他有没有胜的把握？没有。当时他也跟赖清德说，你民调只赢我 0.5，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逼近的嘛。那逼近，所以来自于说6月8号的第一场政见的发表会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当天大家都因为即将要民调了，如果说以当天的内容来说，其实以我个人的认定就是赖清德输了。为什么我会说赖清德输？第一个就是说赖清德里面语词上有影射的攻击性是蛮明显的，蔡英文演了三次，一加一的问题，合作的问题，他先要排老大老二的顺位，其实这对很多民进党支持者听在耳中，其实我相信是一种不舒服的，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蔡英文在讲政绩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两项政绩是人民最有感的，一个叫做税减税方案，一个叫加薪军工叫加薪方案，那你看赖清德在第一问的，就提问人第一问的时候，他其余要把第一问挪一部分的时间去讲求他跟税改，他也是有贡献的，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会逆转的过程，第一个五月底刚好全部报完税，大体上减税有感的人都已经有感了，第二个就是刚才所谓6月8号的整个的辩论，那辩论完了以后，其实某种程度上蔡英文是获得的肯定度稍高一点，结果没想到隔一天反送中来了，反送中这一个活动，当然评估对谁对影响国内政坛里面的总统候选人谁最有利，当然是绿营有利，绿营中谁更有利，蔡英文最有利，这都毫无疑问的。那为什么反送中对蔡英文更有利？这逻辑是什么？因为赖清德在这方面反渗透法，所谓的反间谍法，他也有积极认为国土安全部也应该要去成立。那你觉得为什么？基本上这是一个延续性的问题啊，就是说从赖清德参选以来，蔡英文跟赖清德所面临的两岸的表态，它是一个延续性的。然后谁？在话语权拥有话语权是最强烈的，毫无疑问是现任总统蔡英文。其实蔡英文从两岸议题上面，为什么跟赖清德比，他一直占有优势？因为他是现任总统，他的话语权，因为现任总统的讲话，跟一个不具任何公职要参选总统人的讲话，他的话语权的强烈度，毫无疑问是总统。
所以一路下来蔡英文都得利。在六月十一号、十二号，在还在民调阶段中，立法会被包围。是。那柯文哲呢，也没想到，国台办突然大力的称赞他，所以说他讲话很积极，很称赞他，然后说他把两岸是一个特别定位，不是在国际外交的定位。哇，天哪！原来这个助攻了蔡英文啦，这个还在民调阶段中，你说柯文哲马上来播放这一段大现场。柯文哲被称赞的过程当中，你想想看。台湾里面还在反送中的过程当中，人民普遍是支持香港人民的过程当中，认为这就是中联办，这就是北京在背后。今天北京反过来称赞柯文哲，对柯文哲说这真的很要命啊，而且又在民进党的民调中，又在民进党的民调进行中，这对柯文哲来说一定有一定的影响度。那当然就是说，前两天我们都在讲到这个反送中韩国瑜的反应，那毫无疑问也是个大失分嘛。你第一时间怎么可以说不知道不晓得？第二时间发表对一国两制成功与否这个字词不做出任何的评论，而是用台湾民众，台湾绝大多数民众，不是你，你在表述台湾民众的立场。而你对一国两制既然是没有任何评价，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失分，从不知道不晓得到你后面的第二篇声明到第三篇中华民国地区，你在这件事情的表态上面是第一度让人家觉得你怎么可以不知道，第二的回应是你在讲什么，第三个回应叫你简直莫名其妙，一连串的三次回应都叫错。那你第连续三次回应都在错，那你刚好又是民进党初选的对象，一个是国台办极力称赞的柯文哲也是初选的对象，然后再投射到反送中这样的一个活动，全世界里面包括英国、美国这么多国家在关切的一个公民抗议活动，在关切一个香港是不是维持一个司法的完整性，它未来的整个的自由度跟民主度跟司法的完整性是不是能够完整，我未来对面对香港是不是要美国是否要给你一个所谓的自由的关税，还是我要把你视为一个大陆地区等等的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是个大事，尤其是对台湾，因为逃犯条例不是只有香港、澳门跟大陆的问题，里面还包括台湾的问题。而我们的总统的参选人的回应，既然是不知道或不晓得的话，而你要在民调中，那当然毫无疑问，你从最近的发展奠定了蔡英文会赢，但是蔡英文会赢。你还要回头去追溯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为什么一路可以逼近赖清德，为什么可以逆转，从三月十八号赖清德登记以来的前一个月，蔡英文有过赢过吗？几乎是被赖清德甩到后面去的，是为什么一步一步可以逼上来。去年的一月二十四号到一月底，到今年的一月初，赖清德小英的民调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四个字，好，几乎是惨不忍睹。一直到一月二号，习近平发表那个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讲话，提出一国两制蔡英文的反击以来，他的民调直接以八到九个百分点往上窜，窜完了以后有到二十吗？也还没有。那在这过程当中，大陆真的帮了太多的忙，共军不断的绕台，你绕也就算了，你莫名其妙又跨越了那一条中线，台海中线。你跨越台海中线，你共军绕台到跨中线的那一刻，对台湾来说，那是一个新的刺激。就你绕，其实绕久了，我们都习惯了啦。但是你跨越中线以后，那又是刺激了一个台湾人民对你绕台的一个新的忍受度，你又把它情绪刺激起来。其实你绕台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又绕台了。
对，然后你就觉得每一个月的二十几号，嗯哼，哦，美国的军舰要过去了，那形成一个心理上变成一个说，反正它会绕，它会过，那个心理上那边，你偏偏穿越中线，形成一个台湾人民的感受度的又被拉一次，又再度被拉一次的时候，对谁有利？又对蔡英文有利，所以它是一连串所累积向上去的哦。